才有二用积分之二，因为只是这个整数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假分数，会等于一分之十四，再乘上七乘二会等于十四，十四加二会等于十六。我们可以看到同比延伸，看到七跟十四都是七的倍数，所以我们把七约分成一，十四变成二。再乘起来，一乘一还是等于一，十六乘以二会等于三十二，因为三十二是个假分数，我们要把它换成整数或单分数，因为它画出来是个整数，所以我们答案就写三十二。